穷于无时，以致今生毁坏三宝，作揖阐提，放大成经，断学般若，施害父母，出佛身学，无生伽蓝，破他凡恨，焚毁他世，盗用生物，起诸邪见，破无因果，杀尽恶友，违背良师，自作教他，见闻随喜，如是等罪，无量无边，故欲今日生大惭愧，克诚披露，求哀忏悔，唯愿三宝慈悲摄受，放净光明，照出我身，诸恶消灭，三障专除，福本心源，究竟清净，往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南无历代祖师菩萨摩诃萨，南无历代祖师菩萨摩诃萨，南无历代祖师菩萨摩诃萨。一心恳请三宝林为此法会转法轮，普愿见闻增福慧，障消愿满悟无生，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经典请出来。上一次呢，我们讲到那个持戒是菩萨净土行菩萨成佛时啊，行这个十善道圆满的众生来生极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的讲，就是眼如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三十二相庄严，众生来生极国。那个忍辱就有这个所谓这个僧人华人，无生法忍，这个道理我们讲经的时候都讲过，忘记了讲经多了都混在一起了，不知在是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讲过呢，还是在其他的经典里面讲过不过无所谓了我们可以问故而知新嘛，讲过可以再讲。僧人呢，就是众僧人这个众僧的人，就是众僧对你的态度怎么样，你都要忍，不单止他侮辱你所谓忍辱啊。忍辱，为什么他不说忍饿、忍冷饥饿贫穷，忍这个贫穷，不讲这种呢？讲这个忍辱，辱啊，就是侮辱你。
那你对我，把你的我相，你的我啊，大家都有个我相嘛。不如你说你人格怎么样好不好？说你怎么样不好？那么，假如人家侮辱你，你都能够忍了，就能够把这个我相放下的话呢，那么其他的就比较容易忍了。所以，捡那个比较难、比较重要的来讲，就忍辱啊，辱就是辱侮辱你啊。那么众生啊，侮辱你啊，骂你。冤枉你，无理取闹，那么你当然要忍，那么相反过来的，赞叹你，拍你马屁，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好，你也不要放在心里，也要忍，那是生忍，众生对你的态度，法忍呢，法就是在佛法里面呢。我们讲这个法，就是种种的心内心外的境界，都叫法。那贫穷也是一个现象，富贵也是个现象。今天你坐这个大的汽车，坐这个 Mercedes-Benz，坐那个很豪华的汽车，也是一种的境界。没有车坐，要走路也是一个境界。住大房子是一个境界，小房子也是一个境界。那么这种的种种的法，种种的现象啊，就是一个法啊，也要忍啊。富贵的境界要忍，贫穷的境界也要忍。那么这个法就对于境界来说啊，那么无生法忍呢？就是没有这个众生，也没有法。都是空的，那么你就根本它是缘起性空的嘛，有什么忍不忍呢？那个对你侮辱的众生，它是缘起性空种种的法，贫穷也好，富贵也好，大房子也好，小房子也好，也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法，我说这是空，这是假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是假的。所以呢，既然他众生跟这个法都是如梦幻泡影，不是真实的，所以有什么忍不忍呢？所以叫无生法忍。那遇到种种的境界，众生对你怎么样啊？这个种种的境界怎么样你都知道它是空的。都是假的，那么你把这个认识这个空的假的，你忍可欲心所以忍可忍呢，也就是认的意思，认得他。知道他，忍可欲心，在心里面明白他，知道他，认可他，认得他，知道他是假的，不是真的，在你的心里面这样子，所以那就叫无生的法忍那么在佛教里面呢，有个偈颂有个。送的叫怎么了？脸上供养具。口内无尘，出妙香，
心内无尘，是珍宝。不生不灭，是真常。你不能忍辱，就人家说你两句，你就发脾气了。要发脾气的就真心发脾气，那么你脸上无尘，常常都不发脾气，心里面和颜悦色的，对每一个人众生都是笑眯眯的，那是供养句，这个有两方面的意思来讲。就是你用微笑来供养别人，人家看到你微笑的，和颜悦色的，他看了心里面就舒服，就高兴，所以你也是供养了他，用这个欢喜来供养别人。这供养句呢，也可以说出家人来说呢，你不发脾气，常常这个对这个施主，对这个信徒。都是和颜悦色的，人家就乐意于供养你了。不单只说那个出家人是这样子，我们在家人的做生意也好，与朋友交也好，做生意，你常常笑眯眯的对人家，人家也愿意跟你做生意，也愿意跟你交往，所以你的供养你的生意。你生活就会过得好，常常发脾气的，好像人家欠了你钱这样的，把脸面孔黑起来对人家的，那谁愿意跟你交往啊？谁愿意跟你做生意啊？所以啊，脸上无尘是供养句，口内无尘出妙香，口里面说的话都是令人家愿意听的。听你说话，就好像闻到这个香气一样，觉得很舒服，觉得很乐意跟你谈话，所以就等于出了个妙的香，人家每个人都乐意见到你，跟你谈话。心内无尘是珍宝，心里面常常不发脾气，那是一个真的宝。你心里面呢不发脾气，常常保持这个和平清净那是个宝不生不灭是真常。那么这一切不生不灭一切的境界它没有生也没有灭那就是真常。所以脸上无尘供养句是讲这个身方面来说。口内无尘是妙相，是讲个口；心内无尘是珍宝，是讲这个意。身口意三方面呢都没有尘不生不灭。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人骂你，或者拍你马屁、赞叹你这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呢佛教讲了佛的智慧叫大圆净智大圆净智。这个镜里面照到的东西是真的你说还是假的呢？镜里面的影像是有还是没有呢？是有，但是它是假的，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对一切一切众生对你的态度，种种的境界，种种的心内心外的境界，都好像把它当成这个镜子上面的影像一样，它不是真实的，它是假的，它是空的。但是真空当面呢，它还是有个妙有。所以当那个六祖说菩提本无树啊，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神秀是讲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常拂拭，莫使惹尘埃。他是讲那个镜子外面的尘，铺上那个尘。六祖说是镜子里面这个镜的影像，镜里面的影像也是一种的沉浸。那么你照到这个美人的时候，镜子里面就真的很美吗？有个美人在吗？照到一个很丑的丑八怪的时候，他真的里面就是镜子就是真的丑了吗？不是的。你照到一对黄金，镜子里面有一对钻石，或者镜子里面有个牛粪，没错，它是现出这么一个像，但是它是假的，不是真实的。所以六祖说的何处惹尘埃，本来无一物，这镜子里面呢是本来没有东西的，但是没有东西当中不妨碍它现出种种的像。所以就说我们的心性，我们的佛性里面呢，心性里面呢本来是清清净净的，但是随着外面的缘，它现出来有这么梦幻泡影的形象出来，但是你要晓得它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镜子生出来一个大美人在镜子里面，它有生吗？这个大美人跑掉了有灭吗？没有。所以不生不灭是真常，是清清净净。镜子本来这个清清净净就是它的真实的现象，就是常。所以佛的智慧啊，是大圆镜智，用这个大圆镜智来看所有的东西呢，都不值得什么发什么脾气，不值得什么高兴不高兴，发脾气不发脾气，不需要这样子的。所以他说忍辱是菩萨净土啊，菩萨成佛时三十二相，众生啊来生其果。当菩萨成佛的时候啊，这个三十二相的庄严众生来生其果。刚才说脸上无嗔共养具，你常常发脾气，常常黑脸，那这很丑陋。那么你常种这样的因，到你成佛的时候啊，也不会有三十像庄严的像现出来。所以平常常常的和颜悦色的，没有嗔恚的心，没有嗔恚的心，他就不会迎之于外。所以啊，面上脸上，都是庄严的。所以有这样的因才有这样的果，所以忍辱啊是菩萨的净土。到你成佛的时候，我们说庄严佛净土，庄严我们每个人的众生都有佛性，我们每个人都庄严自己的佛土，到你成佛的时候，修行最后成功是成佛嘛，成佛就有佛土啊，有佛土就有与你有缘的众生就来啊。所以你成佛的时候，所谓三期，修福慧，百劫众相好，修了三大二生七劫来修这个福，修这个慧，会圆满，还有百劫众相好，用一百个大劫来众相好，相好就是三十二相八十中随行好，用来干什么呢？当你成佛的时候，
行菩萨道的时候，众生愿意亲近你。只要你没有这个相好，众生见了你都怕啊，怎么亲近你呢？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佛像啊，这个佛菩萨的像啊，都是很庄严、很圆满啊，令众生愿意接近他。那么这个小乘的阿罗汉，他没有这个度众生的很大的意愿去度众生，所以他不需要有这么样的庄严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所以我们看这个罗汉的像啊，都是古古怪怪的，丑，甚至有点丑陋的啊，因为他故意现出这样的像啊，就是你不要来麻烦我啊，没有人来亲近我就少了很多的麻烦啊，每个人呢就亲近他啊，他就多了很多的麻烦了。所以心态的不一样，佛菩萨愿意众生亲近他、接近他，他才能度众生。小乘的他不愿意，他没有这个很大的意愿去度众生，所以他不需要有这么一个庄严的相。所以你在因地的时候，常常忍辱，常常啊，脸上无嗔，口内无嗔，心内无嗔，常常明白这个不生不灭的道理，常常明白这个清净法性清净的道理。那么你成佛的时候有如是的因，就会有如是的果啊。那么你自己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因为你有这样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也吸引了那些同样的修那个忍辱的啊，修这个三十二相、相貌庄严的人来生到你的国土去啊。所以你看那个阿弥陀佛佛净土。上个星期我说生到这个极乐世界去的人都是丈夫身，都是三十二相的身，没有丑陋的，没有女人身，也只有男人，不是男人的，是丈夫相，丈夫的身，因为欲界的众生啊，从初禅开始啊，就没有这个男女的相，没有男女的相，就没有这个没有男女的欲啊，他就没有男女的相。那么上到极乐世界去的人呢，当然也就没有这个男女的欲。假如还有这个欲念，还有这个男女的欲，他怎么上到极乐世界呢？所以上到初禅天就已经没有了。所以上到极乐世界去的人呢，也没有这个男女的欲，就是清清净净的这个心里面，所以也就没有这个男女的相。所以说女人不生极乐世界，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男人不生极乐世界，因为生到极乐世界的都是丈夫相，丈夫相的就是三十二相，庄庄严严的啊。那么精进精进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精进也是六波罗蜜之一，也就是菩萨的净土。什么叫精进呢？上次我们讲过，就是啊，要这个正的精进，不是邪的精进啊。精进呢，也就是心里面的精进，主要的不是外表上面的精进啊。所以在四十二章经的还是什么的，就讲上那我提过一下，但当时我没有记清楚那个经文。那么他说呢，若持精进心呢，
四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涯，佛教一切一切都是一切唯心造。你说精进也好，持戒也好，什么都好，其实都是讲那个心，主要这个心要精进，不是形式上面的精进啊。那么若此精进心，只要你心里面我要精进，我要努力怎么修怎么修啊，持来说众生本有佛性，不用怎么修的。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佛性了，所以才要修，所谓有这个修。修了以后，就找回我们的自信。所以我常说，有人说，那你精进那么努力，需要成佛啊，求道，那不是有求吗？只要你求这个心外的法，那就叫贪，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拼命去修，拼命继续找寻外面的财宝，找寻那个财富，甚至我又弄一个神通出来，找一个神通出来，怎么出来？本来不属于我的东西，我要拼命继续无中生有，搞这么一个东西出来，那就叫贪。但是你本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把它找回来，努力把它找回来，那不叫贪。所以精进呢，只要你起这个精进的心，我要修个神通出来，我要修个什么境界出来，我不要说我求富贵啊，求男女啊等等啊，不要说这个了。甚至你说我要打坐，我要修行，我要修个神通，我要得到什么境界，若起这么一个心，精进的心呢，那是妄非精进，不是真的精进，那是假的精进啊！若能心不忘，你把这个心的妄念呢、啊，把它除掉了啊。所谓精进呢、啊，就精进怎么样把这个妄想除掉啊？所以说啊，但求去妄啊，更莫觅真。真我们是找不到的，但是什么叫妄我们应该知道，你心里面打什么妄想你应该知道，那是妄想，那些习气毛病是我们多生多劫以来的好朋友，我们都知道。但真的呢，我们忘记了这个真的太久了，我们找不到。所以但是你去掉这个妄就有真了，真跟妄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啊、就等于阴跟阳，它是一起的，这个手板跟手背是一样， 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所以你去掉妄以后，这个真就现出来了。所以楞严经里面说啊，言妄显诸真了、啊，
你说旺，为什么说旺呢？要显出这个真出来，或者你言真显出旺也是一样道理。你说真，我要求真，就表示还有这个旺。所以当你言旺显出真，你说这个旺是为了要显那个真的出来。但是你所谓的真是建立在这个旺的对面，因为有旺才有真，因为有真才有旺。所以当你说那个真的时候啊，说真也好，说旺也好，都是旺，同二旺，都是两个都是旺，真也是旺，旺也是旺。所以你说要起这个精进的心呢、去求真，求成佛，求真，用这么一个心态去呢，是旺非精进呢，就是旺，真旺同二旺，是一个旺，并不是真的精进。假如真的精进的话呢，若能心不忘，假如你的把这个心里面的忘把它放下了，精进无有涯。你常常的心里面不打妄想，那就是真的精进。所以很多人有误解，信佛的人也有个误解，就我努力的去求神通，我努力的去修一个什么境界出来，越走得越远，越求得越远，永远找不到。那么经典里面说有个譬喻，说雪山上面有个牦牛啊，这牛啊，这毛很长的尾巴很漂亮，这个牦牛呢爱它的尾巴，常常转过身来要追着的尾巴，但是一转身呢，这个尾巴好像差一点就坐到这个尾巴，这个尾巴又走远了。所以牦牛爱尾啊，它常追逐这个尾巴，团团转，团团转，团团转，永远找不到，永远追不到。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真，什么叫妄，你不追它，它就在那边了。你追它的话，反而追不到。所以啊，假如你的心不妄，不追求那个妄的东西，那就得到那个真。所以《心经》说啊，无智亦无德啊，没有要开智智慧，要有智慧，没错，要开智慧啊，但无智亦无德。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当你证到佛果的时候，原来无所得，没有得到什么，得其本有无智，本来我们就有这智慧。现在又生出一个我要找智慧的心，那头上安头？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就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修道不是要修得到一个什么东西，而是修一个无所得，把它看破，把它放下，不追不逐外面的东西，它自然就得到了。所以刚刚跟一般人的所理解的是相反，我们以为我们修行要追求得到一个什么的境界，原来不是，你不追求，它反而就得到了。你越追就越远，越追就离开这个本来的面目越远。所以那个精进呢，就保持那个心里面的清净，若能心不忘。心不忘就是心的清净，保持这个心的清净，不是去精进去追求那个什么东西，而是保持清净，不用追。一切刚才说那个忍辱，无生法忍，就本来我们就不生不灭，我们的法性不生也不灭，一切的境界本来就不生，本来也不灭。你要知道这样子的话呢，
精进无有涯，是真真正正的精进了。所以你精进是菩萨净土啊，真的精进是心里面保持清净啊，没有妄想，常保持这个心里面的清净啊，不要一颗放弃了啊，那么就是菩萨的净土。那菩萨成佛时啊，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但是我说心不忘，不是说不做啊，我们心不打妄想啊。那么但是呢，你怎么样才能不打妄想呢？修行啊，都要有个所缘的境。你修净土法门，那个佛号就是你所缘，这个心缘在那边的境界。你修密，你观想三密相应，也有一个所观的本尊，或者所观的智母，或者观怎么样，那都是那个所修的那个法门，都有个所缘的境。这个所缘的境，虽然它是假的，因为一切的境界啊，都是虚妄的，都是假的。但是呢，没有这个所缘的境，你就不能修，你坐那边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那叫无记，一个善，一个恶，心里面不是善不是恶，你不是善也不是恶，但是你心里面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那叫无记。无记什么呢？因为你 不能把那个心现在记在那个善方面或者恶方面，是无记。但无记啊，就变成怎么样？你用这个无记 修这个无记为因啊，修这个无记为因，那得果的时候得什么？得到个白痴的果。什么都不想，那变成石头了嘛，所以这个不是善不是恶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面前的东西已经借出来，你清清楚楚的知道它，清清楚楚的知道，但是你不分别，不生那个分别的心。所以不思善不思恶的话呢，你要有一个所缘的境，佛号是个所缘的境，那个持咒那个咒语是个所缘的境，身口意念那个经典是所缘的境。当你念经闻法修一切一切的时候，心里面呢是清清净净，不会被这个所缘的境所转，经是要读的，咒是要念的，就好像那个六祖对这个法达说啊，法达念了三千遍这个华严经，所以他公告我慢，顶礼六祖的时候头部之地，六祖就说你这样见到祖师顶礼头不置地啊，你心里面一定有什么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出来啊，所以你才会这样傲慢的态度。所以他说我诵经了三千遍了，诵了法华经三千遍，就以为这个功德很大。所以六祖说汝名法达未曾达法，你的名字叫法达，但没有达到那个法啊。你要假如诵了三千遍的经典，很大的功德，但心里面不着那个功德的相，
功德的相就是善。啊，我觉得念经没有功德就是恶的相。你不管它有功德没功德，主要的功德就是你借着这个经典来，借着这个所缘的境啊，来降服你的心。所以念佛也好，持咒也好，观想也好，其实来说都是以毒攻毒啊。你们念佛啊，把一句佛，不念佛的时候口里面讲是讲非啊，你念佛了，口里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不会谈论是非、批评人了、啊、等等了、啊。心里面观想这个佛阿弥陀佛啊，心里面就不会打妄想了。手里面拿这个佛珠，或者盘起腿来做、啊、那么身方面呢就不会做种种的恶的事情了，所以身口意都清净了。那么久而久之啊，就以毒攻毒啊，以一毒攻万毒啊，就把心里面一观想这个佛号，就把所有的不好的念头都没有了，口里面持一个佛号，就把所有的恶口啊等等没有了，谈是谈非都没有了。所以慢慢的把所有的慢慢很多的妄现在变成只有一个，到时候连这个佛号都把它放下，那就成功了。所以你打坐的时候，有时候念佛啊，我们说这个插话头啊，你打坐的时候其实不是叫你什么都不想，所以一个修行的方法呢，就是坐下来啊，不要求真，但是要看这个妄，知道什么叫妄。所以打坐的时候也做，这个心好像怎么样呢？好像这个猫看这个老鼠洞，老鼠一头一伸出来就把它逮住了。这个老鼠出来，这譬如我们的妄想，我们就看着我们的心，这妄想一出来，哎，知道那是妄想，把它放下，继续插你的话头，继续念你的佛。久而久之呢，本来一分钟里面呢很多个念头出来，慢慢慢慢一分钟里面没有多少了，本来十个现在变成九个八个乃至只有一个，一个都没有了。那么慢慢慢慢的这个心就能够清静起来，那是一种的有个所缘的境来修，没有所缘的境就不能修的。所以你精进呢、啊、不错，你是要念佛，是要打坐，是要念咒，是要观想等等啊，都是用一个所缘的境界来把其他的境界啊把它 replace 掉，就代替掉啊，那慢慢把这个所缘的境也把它放下了，那就成功了。所以修一切的功德，众生来生其果。所以精进呢，刚才说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涯。那个精进呢，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心里面清净就好了，不用做，不是这样子。要勤修一切的功德，但是做了一切的功德，心里面没有着那个功德的相啊。所谓功啊，我们说过利益众生叫功，利益众生之功，长养菩提是德，越多利益众生的菩提这个觉性啊、觉悟啊，越圆满。长养越多做的功德，
自觉得越心里面越清净，这个觉悟越来越高，越来越好。觉得这个什么叫觉悟啊？觉悟就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做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假当中呢，这功德利益众生，我还是要做的，还是要利益众生，还是要慈悲，还是要明白这个缘起性空、缘生无我的道理。那么每天越来越做，越来越做，做越多，但是心里面越来越不执着，就长养的菩提。不能越做这个功德，你着了这个功德的相啊，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好像这个法达刚才所说的，他念了三千遍的华严经了，以为自己了不起了，生了共高我慢的心出来了，那就不行了啊。所以精进呢，要勤修一切的功德，一切的功德所利益众生为功，就是所有利益众生的事情都要做。我们讲过这个持戒啊，饶益众生戒嘛，要持那个饶益众生戒，凡是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我都要做。但做完了以后，长养菩提又清净，自净持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持意是诸佛教。做了种种的功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做了很多的善事以后了，自净持意，那就长养菩提，清清净净，心里面不着那个功德的相啊，那是诸佛所教啊。所以勤修一切功德呢，就是你做这个无住相的功德啊，不停的不停的去做啊。那么当你成佛的时候呢，也有一般的这个勤修一切功德的众生啊，来升到你的国土去啊。菩萨修那个精进的因，所以成佛的时候也能够感召同气的众生啊，来升他的升到他的国土。禅定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果。这个禅定啊，所谓说那个禅，有祖师禅，有所谓这个如来禅，根据这个经典经教里面讲的修禅的方法，就是数呼吸啊，观想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所缘的境，数呼吸也是个所缘的境，这个呼吸就是我们所缘的境。就天台宗叫我们修这个六妙门的法啊，六妙门就数时嘛，数这个呼吸。佛在的时候所教的禅呢，就是数时。有天台宗呢，把它智者大师啊，他们把它就是具体一点来说怎么修这个数时的观。所以先的数，第一进去，呼出来，一呼一吸，就为其一。那么从一数到十，又从头开始，由一数到十。或者你先数那个呼的，或者数那个呼的，或者吸的啊，一呼一吸。所谓数时啊，时就停的意思，
你呼出去的气呼到近了停下来了，再换成吸进去，那呼一呼一吸当中呢，它有一个稍微停的时间，那叫息，息就停的意思。所以你呼吸数时啊，你数那个停的地方，数一到十，又从头来一到十，啊，慢慢数的久了，还不能把这个心摄住，你可以增加一点，数到一百，数到二十，数到一百，嗯，而且再数习惯了，就妄想业来了，那么你可以反过来从十到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这样数，数这个十，头一个是数，第二个是随，第二步是随时随着这个呼吸不数了，他清清楚楚的知道我在吸，知道我在呼，呼的时候好像有热气去来，吸进去好像这个冷的气进去，啊，知道自己在呼，是在是随着的是。随止观还静，那叫六妙门。数啊数啊，随着是慢慢的、慢慢的，好像呼吸没有了，慢慢越来越细，就呼吸越来越慢，越来越细，好像停掉一样。止，那个时候就观，开始观环境。那么开始的时候，先从这个数跟这个随先做得好了，再说那个止观环境。那么那叫六妙门，这如来禅呢，就是都是先讲这个修这个，佛在的时候叫人家修这个数时观。那么数时观呢，是跟这个白骨观一起修的。为什么要修这个白骨观呢？要修这个白骨观呢，令你的断掉这个欲念，这个我们欲界的众生啊，这个欲啊很重要。最初的最难解的就是个欲，男女的欲。所以你观这个白骨观呢，好像把这个男的观女的也好，女的观男也好，或者观自己也好，啊，身体都不过是一副白骨的骨楼，啊，那么慢慢久而久之呢，你就对这个男女方面的东西啊，啊，就能够看破了，啊，就不会着那个受他引诱了，啊，那么这是属实，管这个如来禅，如来禅就根据经教所说的，啊，一种的修法。那我们现在一般在中国所说的禅宗呢，因为在六祖以后，这个禅宗啊，就大圣，啊，所以六祖那种是叫祖师禅，就祖师传下来的。释迦牟尼佛在百万人天的法会里面呢，啊，这个大梵天王送给他一朵这个金色的莲花，所以佛祖释迦牟尼佛啊，在百万人天之中啊，结过这个大梵天王送给他那个花，要拈花微笑。大家都不知，你看我看你，佛祖啊，不
释迦牟尼佛不像我们这样子有事没事嬉皮笑脸的，他一定有这个因缘，有重大的因缘才笑。那么今天佛笑什么呢？大家都茫然莫解，唯有在会中啊，有个金色头陀啊，这摩诃迦叶啊的破颜微笑，这破颜微笑啊，这个形容的很好，就他老老干干的脸皮皱起来，这样子一下子这个脸皮开了，好像皱纹开了，破颜就微笑。那么释迦牟尼佛知道他明白佛为什么拈花微笑了，知道他已经开悟了，知道了，所以就说那个偈颂说啊，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心复无法时，法法何成法？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说呢，是据那个传法偈，然后就说啊，我现在有这个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的法传给这个摩诃迦叶，所以摩诃迦叶呢得到这个法，就是禅宗的初祖。然后摩诃迦叶后来传给这个阿难，阿难再传到二十八代，传到这个菩提达摩来了中国。菩提达摩在中国是初祖，然后传给二祖、三祖、四祖、五祖，传到六祖，就慧能大师啊。就没有再传下去了，这一波没有传，但是这个法传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祖师禅，祖师禅呢是直指人性，见性成佛。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迦叶尊者也微笑，以心传心。他师徒两个笑什么呢？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知道。所以以心传心，法本法无法，就是佛法本来就是一个无法的法，没有一个法固定的法，它没有的。法本法无法，这佛法本来是个无法的法，你有一个定法，有个固定的法，那就不是佛法了。这佛法是原生的法，随着因缘不同，它就有不同的讲法。今天你着有的，我跟你说空；你着了空的相，我跟你说有。所以法本法无法是随这个缘来说这个法。你有什么病，我就给你什么药；你有寒病的，我给你寒病的药；你有热病的，我给你热病的药。你不能有寒病的人，你给他药。热病的药那就不行了啊！所以法本法无法，没有一定的法，但是有没有法？有，它没有一定的法。这个法是随缘来变的，随缘而生的，缘生缘灭的法。那么这个无法的法，它也是一个法啊！法本法无法，这个无法的法就是法啊！所以今复无法时啊，我现在复给这个摩诃迦叶。这个无法的法的时候，法法合成法，头一个法是讲这个有的法，
第二个法是讲这个无法。我现在付给你一个无法的时候呢，法法合成法，何尝有一个有的法，也何尝有一个无的法呢？也不是有，也不是无，所以那就是很妙了啊。所以这样一摩迦是尊者会心微笑的得到这个法啊，就一直传下来啊，传到刚才说阿难传给这个菩提达摩啊，这个摩迦是传给阿难，阿难一直传到这个二十八祖，这个菩提达摩，菩提达摩是中国的初祖，要传给这个二祖、三祖、四祖、五祖，传到六祖慧能。那么这种呢，以心传心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个法呢，叫祖师禅，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么也叫那个教外别传，教是讲这个经教，在经典，在这个经教以外特别的一种的传授的方法，就教外别传。其他的都是一般的经教，都用讲经说法这样传下来。所以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在我们娑婆世界这边的此方的真教体啊，此方就是讲我们娑婆世界这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呢、啊。楞严经说的，就此方的真教体，此方就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的真教体，体就是体裁，就是文字。文以载道，载道啊，此方的真教体，真正的教材啊，是清净在音闻，是用这个音声来传法的。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的耳根最利，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是用这个音声来说法。那么其他的国土呢，不一定是音声最利的。好像这个现在我们讲这个维摩经。后文讲的有个宝执果，他煮的饭是香饭，众生吃了以后啊，就能够开悟的，用这个饭的香味来传法，他们的那个舌根舌头啊很利，所以他用这个味道来传法，有时候呢用这个香味来传法等等。众生的各类的众生的根基不一样，但娑婆世界的众生的耳根最利啊，所以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所以一般的来说呢，都是用这个经教讲经说法这样子来传法的。现在呢，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就经教以外一种特别的手法，特别的传授的方法，它不用文字的，而且打你一拳，踢你一脚，打你个相反，你就悟了。好像在那个楞严经里面呢，说有个眼达多，他早上啊照那个镜子，一照那个发觉自己的镜子里面有自己的头，哎呀，他慌了，他糟糕了，我的头跑到镜子里面去了。我没有头了，现在我的头跑到镜子里面去，我不是没有头了吗？所以他就大家小大街 小巷的在喊了，我的头呢，我的头呢。
那么对这种人，你该对他怎么说啊？你的头还在你的颈子上、脖子上，他不听啊。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样？就用一个棒子狠狠地敲他一下。哎，他一摸，哎，一痛啊，我的头还在，那就了了吧，就解决了。所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就是教外别传。经教以外的一种特别的手眼，一特别的方法，并不是说在经教以外另外有什么特殊的道理，不是这样子。所以天下好话佛说尽，好的话该怎么说吧，佛都已经说了，没有不说的，他很慈悲，把该讲的他都讲了，但众生还是听不明白，所以就有另外特殊的一种手法，以心传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那教外别传。所以一个是祖师禅，一个是如来禅。祖师禅呢，就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祖师的禅啊，这如来的禅呢，就如来释迦如来说法，就用这个经教来讲。但是教外别传不是离开这个经教以后另外有一个什么的道理，不是这样子，而是手段手法不一样。所以曾经我在文思修很多年前讲那个六祖坛经，有人问我什么叫教外别传，我说教外别传，教外经教以外的东西你不要传，经教里面有讲的你讲，没有讲的你是发明一套东西出来，那不行的。你开了悟，开了悟以后还是根据经教来证明。所以六祖他听金刚经开悟了，所以到三更的时候跑到这个五祖的方丈室里面了，五祖还是拿这个金刚经出来问他你悟到什么，当时他听一句啊，因无所住而生慈心，就开悟的啊。那根据你理解的是什么道理，什么意思呢啊，你要讲得出来。所以你开了悟以后还要印证的时候呢，还是要拿这个经典来印证，你不能离开这个经典，离经易事变同魔说啊。虽然不要着文字的相，但是也不能离开这个经典的道理，另外自来一套啊，那不行的啊。所以这个祖师禅跟这个如来禅，这里说的禅呢，禅定，要修禅修定，那是讲那个如来的禅，有一套修法，有个所缘的境来修，修这个属实观啊，令你把你怎么设那个心啊。所以禅定是菩萨净土啊，菩萨成佛是设心不乱的众生来生其果，修禅呢就是设心不乱。把这个心收摄起来了，令它不要乱啊。那么所谓这个主如来的禅呢，所谓修那个四禅八定啊，四禅四禅八定啊，四禅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嘛，四种的禅天嘛。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八定呢，就是讲那个四禅，就是四禅天的色界天，四禅是色界的天，
八定呢是讲那个无色界。八定呢，它是无色界也有四种的定，这无色界呢，它有这个，讲起来就名相就很多了，不过稍微还是要稍微提一提啊。那这个空无边处。空无边处天，空无边处的定，还有呢，这个色无边处，无所有处。一二三，非想非想处，世界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八定呢？就包括那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定，另外加上这个八种这个无色界的定，就是空无边处天、色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想处天。那么这都是佛教的知识的范围的东西，我在这里就不详细的讲那么欲界来说，我们说跳出三界嘛，三界是。就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欲界就是我们从地狱一直到这个六欲天我们人也是欲界的天，地狱也是欲界。这个玉皇大帝那边也是欲界的天，那就是上到那个六欲天那个波旬魔王的上面的那个桃花自在天，都是欲界的天。欲界呢就有这个饮食男女有这么一个欲所以欲界的天呢都有这个欲。有这个爱，有这个情，色界天呢，它就没有欲了，它有爱、情、无色界呢，它就没有爱，只有情。所以我们三界的众生啊，都叫有情的众生。欲呢是最初最重的，就是男女的欲、饮食的欲。孔子说啊，食色性也。我们人呢，欲界的众生都是从吃东西，从这个色，男女的色里面来的。所以是最初最重的习气很重，所以很难去掉这个欲。那么爱呢？这种很强的执着，我爱这个东西，我爱这个男的，我爱这个女的。当然，爱里面它有这个欲，有男女的欲在里面，就很粗很重了。就你没有这个欲，也有这个爱，我就是爱他。还有这个情，那么色界的天呢？他没有这个欲，他有爱，他爱这个境界，爱这个那边琉璃为地
这宫殿的庄严，这房屋、房廊、屋舍，这个宫殿很庄严，他爱这种境界。他没有这个欲，男女的欲那种的，觉得欢乐。但是色界的天呢，他一打坐，这个心里面哇，很舒服，那又是另外一种的执着了。所以他有这个爱，也有这个情。无色界呢，他就没有欲，没有爱，只有情。那么你讲的禅定啊，欲界的升到欲界的升天呢，六欲天呢？六欲天呢，所谓不用修禅的，你做善事就可以升这个六欲天啊。看你的善事的做善的高低啊，升这个天的高低层次不一样。那色界的天呢，它不是修善修出来的，一定要修这个禅定啊，修这个定。那么欲界我们学打坐，学根据个经教里面这样讲，属实啊，修观啊，修什么修，慢慢修打坐禅啊，修这个禅定修定。那么你到的这个色界的天呢，初禅天呢，就开始有定，有这个所谓禅定啊，禅天的定啊。那没有到这个初禅之前呢，你会修出一种清安的境界啊，有一种清安的境界。那么你坐好，坐的久了，有点功夫了，好像个身心啊，这个气实啊，调和了，啊，慢慢很舒服了。心地啊，好像开朗了，开明了，这身心呢、都空直了，好像有点内无身心，外无世界，做了这样子清安的境界，但是还没有定。那个时候啊，叫什么啊？就升到未到定，还没有到初禅的时候那种的定，叫未到定。这未到定啊，都已经。好像刚才我说的，有等的这个身心啊，气实啊，很调和了，很舒服了，还有清安的境界了，啊，身心觉得有点空直的感觉了，啊，这种，那么未到定的时候，它会发生一种八出，你修到未到定的时候有八出，八出呢？动养清重冷热或者冷暖呢、不能说是热。色。两个字吧，色。滑。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出。这个八出呢，有时候它一种或者生出几种，
那个状况出来，那个时候就什么，就欲界那种的境界到达还没有到那个色界的境界啊，上界的极微很微细的那种的境界呢，入到欲界那个极微的境界，两个 交替的地方，还没有到欲界，还没有到色界，色界也没有完全，把这个欲界 replace 掉，这两种的交接的时候，你心里面感觉清安等等，心方面的，但身体方面呢，境界方面呢，就有一种这么八种的境界出来，它有时候发生一种，有时候发生多种，多数开始的时候有个动，就打打坐好像有点震动了这个人，那么有时候呢觉得哎，这个皮肤很痒，这里不知不觉的这里痒那里痒，有时候觉得是好像很轻飘起来，好像要飞起来这样子，有时候呢觉得很重，身体很重，有时候觉得冰冷，有时候觉得很暖，有时候呢觉得这个皮肤好像树皮这样很粗，有时候呢觉得皮肤很细滑，它不一定八种都有，但是呢有一两种，那么有八出，八出经过这个味道定的八出的境界以后呢，就入初禅，那么开始了经过这个八出了就入初禅，初禅呢才是真的开始有这个定，在欲界的时候顶多早做到这个味道定的时候就有八出，那么味道定你修到那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吧，打坐觉得其实哎有点境界了，内无三心外无世界了，好像觉得这我飞起来这样子啊，这个气脉就动了啊等等了，那么连带那个时候呢往往呢就会有一些这个所谓这个神通出现啊，但是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有神通啊，就能够有他心通啊，有点这个宿命通啊，又是什么，因为定里面它能够产生出那种的特异的功能，那么但是靠不住的，你也没有到初禅，到初禅真的有定了，所以就那个时候呢就比较可靠一点，你未到定啊，就捧着这个修出来这么一点点的境界，但是那个时候假如你觉得是真的有神通了、就好卖弄这个神通了，告诉人了、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情了，我在定中了看到了你会怎么样怎么样了啊，或者你心里面是想什么东西啊，我也知道了，或者定里面呢我求一个什么东西就会灵验了等等，那么会发生出这么一些的境界，但是为什么我说危险呢，因为那个靠不住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我们人呢都有个我相，你今天告诉大家 我都有神通，我都有他心通，我有什么通、人家明天来问你事情的时候你没有了，不是常常有，但是有不好意思说我没有、还是硬着头皮还是装模作样的说我又看到什么什么，那叫什么，叫大妄语，未得未得，没有得到，你说你已经得到了，还有未证未证，没有证到，你说证到了，那是大妄语，大妄语啊，打了大妄语不单修不成了，还要下地狱，所以打坐修行啊，它不是会没有境界，它一定会有境界，你根据那个经教这样修，如法的修啊，一层一层的会修出一种东西出来，但是你不要着那个相，一着了相啊，就楞严经里面说啊，这个50种阴魔啊，
不着他的相，那是好的境界。你要是着了他的相呢，直受群食，你着了这个相啊，不着那个相，你继续这样做，继续做下去，你会到初禅、二禅、三禅，继续进步啊。但是你一着了他的相呢，这个魔就来了啊，就寻邪啊，就种种的邪魔啊就来了，那是很危险的东西啊。所以这种修行呢，真的根据那个如来的禅来修呢，或者修这个止观，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那个止观啊，智者大师说的最开始的一本书叫《同盟止观》，智者大师著的。有兴趣的话，你看看这《同盟止观》，他会告诉你怎么修，因为确实怎么修法。前行的没修之前要注意些什么，在修的当中要注意些什么等等啊，他都有讲得很详细啊，可以去看一看啊。所以这种呢，你修那种呢，要有时候你要根据这个经教，真的明白那个经教，或者有这个师父的指点，不然的话你遇到这个境界的像好像遇到八处的时候，有时候就怕了，为什么修修会动起来呢啊，或者特别痒呢，人觉得很轻，要飘起来、飞起来这样子的，或者好像石头那么重了，这心里面就慌了，慌了修不下去不要紧。有时候你因为恐惧的缘故呢，可能又会着了这个魔的境界，或者修出个什么东西出来呢？你着了他的相了，只受群着了这个相就只受群蛇，邪魔外道了，也做了这样。所以那么所以人家说啊，念佛啊是个比较稳当的法门啊，是没错的，念佛就好啊，念佛。但是我也念佛，弘扬佛法，弘扬这个净土的同时呢，我不赞成的就是说你不用看经，什么都不用看，只是念佛就好。你只是念佛就好了，第一把佛陀所讲的通通的三藏十二部的法，除了净土的法门以外的法，你都叫他把它没有了，没掉了。因为在那个法灭尽经里面呢，佛就有预言过啊，到最后的时候，头一部没有字的经典呢，就是那个楞严经，没有字，不是说无缘无故变成白纸了，没有字，没有人看，或者你也看不懂，那么就等于没有字了嘛。楞严经的道理很深呢，没有字，为什么头一个没有了？因为他讲的很真实，他讲那个五十种阴魔，讲那个魔的境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把它讲得很清楚。这个照妖镜就把这个魔境界把它照得无所遁形，所以这个魔最怕这个经典所以头一部就说假的，楞严经有人很多说它是假的那么就是把这个经典没有了，等于这样子。那么最后一部经典呢就是这个无量寿经，就阿弥陀经，无量寿的经。我们净土有三经，三本这个净土的经，一个是无量寿经，佛说无量寿，有个叫观无量寿经，也叫十六观经，
还有一部呢，我们常常比较短、常念的，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就净土有三部经，有些人要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的这个普贤菩萨恨愿品也算是里面，或者呢，把这个《楞严经》里面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也算是一个，所以这五经。但是这个《楞严经》里面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呢，其实他并没有叫我们持名念佛。他说的是依佛念佛，他是想着佛，不是持名念佛。依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需要什么方便的法门。世则名为香光庄严了，好像有个染香的人跑到一个充满了花香的房间里面，这身上面染了香那么自然的本来你没有香，跑到里面去就染了香，身就有香气了。所以呢，你常常有这个佛，心里面有佛，用这个佛来熏。自己熏久了，自己都有这个光有这个光了，有香光庄严，是的，名为香光庄严，自得心开心开就是开悟，不假方便念佛来说，老实说，持名念佛是个方便的法门所以。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你看传闻里面也没有叫我们持名念佛，也没有告诉我们哪一位佛。他讲那个佛呢，是过去无量劫以前呢，有个佛叫这个佛叫无量光所以他在那边比佛叫我念佛三昧阿弥陀佛的国成佛以来，于今十劫，这个大势至菩萨这个。无量光那个佛教，他的久远以前的佛跟这个佛不一样，其实来说，但是他也叫你念佛，大势至菩萨是念佛的专家了嘛，所以他但是他的念佛呢，其实跟持名念佛没关系，不是那个念佛，但是我们把它凑在一起了，把这个普贤菩萨恩愿品里面讲的跟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加上那个三经也叫这个净土的三经。那么头一个没字的，就是这个无量寿经最后一部没有字的经。然后这个无量寿经没有了，阿弥陀经也没有了，只剩下那个佛号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还流传一阵子，最后100年呢，剩下一个阿弥陀佛、南无都没有了，那么就末法了。就《法灭尽经》里面讲，所谓末法，不是说真理没有了，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没有了，大家都不读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了，只剩下这么一个阿弥陀佛的佛号。那所以，我们冷静的想一想，现在我们叫人家不用看什么经，不用研究什么佛法，只是念佛就好，就马上等于把这个《法灭尽经》里面最后说那个只剩下这个佛号，那个时代提早来临，那不是推动末法吗？所以大家想一想。这话有没有道理？所以不是说念佛不好，我们要弘扬这个净土的法门，
是应该的，绝对应该的。但是我们不能在弘扬一个法的同时，把其他的法灭掉。假如我弘扬禅宗的法，我叫人不要念佛，不要什么，不要读经，什么都要不要读，那就把其他的法都灭掉了，只剩下这么一个禅宗了。同样的，你叫人家念佛就好，把其他的都不要看了，不要学了，马上这个末法就来临了。那是释迦牟尼佛所教的吗？啊，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吧？我是推动末法吧？啊，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想一想这个问题啊。所以净土是绝对好，不是不好。我也念佛，但是我们不能够推动末法。那同时呢，我之前说，因为古代呢，人的条件没有我们现在好。很多不认得字的，你叫他看经、听经文法，他听不懂，也看不懂。那么有时候还要说老了时候的学道啊，到老的时候才开始信佛文法，那老了怎么修什么道、研究什么经呢？就很难了。所以就啊，念佛就好了啊。不是说念佛不好，念佛是好，但是我们不能说。为了弘扬一个宗、一个派、一个净土宗，就把其他的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通通没掉，不能这样子。那么同时呢，我们又说，哎，现在我们末法时代了，我们的福报啊没有了，福报有限了，但我们读读《金刚经》，《金刚经》说啊，假如你念这个诵这个《金刚经》。你能够信受奉行这个金刚经，那么以如来的智慧来看他这个人呢，不于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所以假如你爱这个大乘的经典，喜欢这个大乘的经典，好像金刚经这样子，那你就是于不于一佛二佛五佛三世五佛种诸善根，于无量佛所种出善根的人，那你善根为什么会清呢？说我们呢，现在末法时代，人的福报没有了，智慧没有了，善根没有了，那是很多法师这样说，比如说啊，但是佛说你喜欢这个大乘经典，读大乘经典，好像《金刚经》这样子，佛证明你说。你不是没有善根，相反的，你不于一佛、二佛、三十五佛而种善根，于无量百千佛所种诸善根。所以，释迦牟尼佛说，那种信奉大乘经典的人，对这个般若经、对这个大乘经典有兴趣的人，他很有善根。所以你不能有个自卑感啊，说我就不敢接触其他的经典了，不能这样子。所以我们叫随缘。你听《金刚经》的时候，听大乘经典，好像听这个《六祖法宝坛经》啊，听《维摩经》。当然，讲经的法师会说：“哎，这个《般若经》怎么好。”你听这个《弥陀经》的时候，法师也会告诉你讲《弥陀经》怎么好。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法好的同时，诽谤其他的法，说它不好。或者不需要其他的法，只要不需要的话，那佛就只讲那个弥陀经就好了，不用讲其他的法了。所以我们要把这心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完了，所以禅定是菩萨净土，修这个禅定的法门呢，是菩萨的净土。菩萨成佛时啊，摄心不乱的众生来生其果。禅定啊，就是摄我们的心，你用这个来修因，那么成佛的时候呢，就很多愿意修禅定的，愿意这个把他的心收摄起来不乱的那些众生啊，会升到你的建立的佛土里面去。
是菩萨净土，智慧的般若是菩萨的净土，菩萨成佛时正定众生来生其果。这个般若智慧是菩萨的净土，菩萨成佛的时候呢，正定众生啊，正定就是正定聚，正定聚啊，就是指到了修定修到一个可以证悟程度的一类的众生。菩萨因众啊，具足无漏的智慧，所以成佛的时候能够招感那些有智慧可以破惑而得解脱的众生，来生他的国家，来生他的净土。正定啊，就是正定聚，正定聚。你修定了，不需要刻意的去摄你的心，当你真的要打坐盘起腿来坐，那才有定，那不是真的定。真的定啊，是摩诘常在定，无有不定时。摩诘就是龙，那个龙的定，龙啊，它有神通变化，变大变小，因为它是靠这个定，龙的定，龙是出生，但是过去啊，它有修行，是龙啊，是修什么？是承袭戒环，它很用功。来修行长期修这个长期说的修这个大乘的法，修这个小乘众乘的法，修这个禅定，他很急，他很精进，很勇猛，但是持戒呢还不怎么样持戒，所以他有修行的话就 有神通嘛，修出了神通出来，但是呢因为他不守戒，所以就堕落到这个出生道了，龙是出生。这龙的定，摩诘定啊，这龙的定啊，就从定里面生出来的。龙能够变大变小，呼风唤雨。它常在定，常在这个定里面，没有不定的时候。所以我们修定啊，要修这个定啊，要常常在定。我们说入定，你修到没有出也没有入，有入定才是定啊。你不打坐的时候的出定了就没有定了，所以你常常能够保持那个定啊，不出不入啊，常常都是这样子。那么定中啊，要主要要什么？定中要有这个菩提心，要有这个觉悟的心，要有智慧啊！不是定了坐在那边什么都不想，那就刚才说的无记啊，无记就不行了啊！不是坐在那边什么都不想，修这个无记，修无记啊，慢慢就变成这个白痴了，修成这个木头啊，石块这样子，那就不好了啊。所以啊，这个菩萨成佛的时候啊，因为他修这个定里面的生这个智慧嘛，啊，所以戒定慧，戒定慧。从戒的基础上面来修定，定的基础上面来开智慧。你没不持戒，它不能有定。你每天饮食男女，花天酒地，晚上坐一坐就会能够修出个定出来吗？不可以的。
因为所以定呢，一定从持戒的基础上面能够生这个定，从定的基础上面定了里面呢，就等于一个灯啊，古代的灯啊，就是这个油灯啊，然后你风吹这个光摇摇晃的，它不能照东西，你没有风吹，它很定的时候啊，它照的东西都清清楚楚了，就等于在定里面呢，直定就是直，直了才能够观，慧就观，就能够啊观察这个缘生缘灭、缘起性空的境界啊，你看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智慧。所以戒定慧啊，就三无漏学，三种三无漏学，漏就是烦恼。你修这个戒定慧啊，就能够令你啊没有漏，没有烦恼。你不修戒定慧呢，就会带来烦恼。你不持戒，修不出定，没有定来修这个智慧啊，叫狂慧，假的智慧，不是真的智慧啊，所以也是不可以的啊。那么，所以菩萨成佛的时候呢，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啊，修这个智慧，修这个定啊，从定里面持戒生。生定，定里面呢产生这个智慧，所以他成佛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修定的、修戒的啊，那些众生啊，啊，召感到他们生到他的国土里面去啊。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继续啊。好，我们呢先回向。这个祈愿文呢，是因为当时几年前呢，我们讲那个药师经，所以讲了药师经以后呢，我就根据那个药师经的经文呢，来写了这么一个祈愿啊，祈祷发愿啊，等于回向的文呢、啊。那么觉得大家也蛮喜欢他的，因为、啊、我们这个就是之前我说的，就是现在的人呢、啊，有时候他不觉得怎么有特别的苦，所以他对这个娑婆世界的现在的事情还没有完全放下，所以呢，我们就祈求那个药师佛啊，给我们呢，现生啊，能够得到快乐啊，主要的是保持我们的正知正见啊，破魔转网，魔的转网就魔的罗网把我们网住了，令我们跑不掉了。但是呢，你捧着药师佛的愿力啊，令我们呢也能够有这个现生的快乐啊，也能够保持那个智慧。未来的时候能够升到那个愿意升到这个药师佛的净土也好，升到阿弥陀佛的净土也好，都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念念这个祈愿文，回向弟子众等一心恳请三宝慈悲加倍，金刚护法龙天药叉神将哀悯护持，以净光铸造持世摄引弟子众等，愿有无始乃至今生以至今未来际父母师长六亲眷属冤亲债主一切有缘及法界众生等，俱能罪障消除，善根增长，所求愿满，早脱轮回，出生净土，圆成佛道，先生身心健康，无住病劳，富饶安乐，一时丰盈，所受用物无所乏巧，家庭和睦，随所要求作诸善业，不愿破魔眷网，处离恶见愁邻，正见精进，未生之恶永不令生，已生之恶速令消灭，未生之善速令升起，已生之善速令增长圆满，
巨大福慧能力因缘，做诸善业，供养三宝，弘扬佛法，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乃至菩提，永无模式，永不退转。弟子所愿如是，愿三宝慈悲，哀怜摄受，殊满所愿。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是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